先写了一个阿旭你要快乐，阿旭我忘不掉你也不会忘掉，阿旭我们都很想你。嗯，阿旭展信佳，哇，这一看文笔挺好。你还好吗？有没有舒服的晒太阳呢？有吃到酒吗？我今天也好想你，有好多话想说，但真要说的时候还真想不起来要说什么。那就先问问你的身体吧，要健康，攒了些许话想对你说，怕有词不达意，索性还有信存在，让字替我来见你。不能问不会客气。虽然不知道收到信的时候你在哪，但想着你必是乐逍遥，我也能安心许多。阿旭阿旭阿旭，你暂时不在的日子里，我有时被一些小事所纠缠，夜深了无人之处看着你的照片你的视频，悄悄不放肆流泪，要是你一定会笑着骂道，庸人自扰之。是啊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只要你比我想象中快乐的时候更快乐，我肯定也会自扰的。世上万唯你是，唯你是。生活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，但因为有你，这光便可填补我们心中的东西。我们设计的这个环节真的是。觉得自己这封信挑的怎么样？还最配不上他这个粉丝的外貌。平复一下，平复一下。